好，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斯坦威经典型号 M170。M170 这个型号呢，是斯坦威从这个1911年开始发售的，到了1918年，这个 M170 就完全设计定型了，就是现在专卖店卖的全新的啊，2021年产的这个斯坦威 M170，跟1918年生产的 M170 在结构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所有这上万个零件都一样啊，就是这个琴设计1918年就完全定型了。因为斯坦威这个品牌，1853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的，1880年在德国汉堡开了分厂，然后它很多的型号都是100多年前设计定型的，像 M 就算很经典的了，家用也好啊，专业演奏也好，都游刃有余啊。而且过去年代老的这个 M，尤其二战之前的，斯坦威的三角琴做工用料都非常的好，像这谱架啊这些地方用的都是很高档的那种胡桃木啊，而且过去的很多设计呢，其实更人性化，像这个谱子。可以，这个前后拉动很大距离啊，它不像这个后来年代新的这个谱子，就是谱架就做了改动，就没有过去老的那么有弹性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个可以推得很往里，就你觉得这个谱子放的谱子离你近了远了，你可以自己调。但是年代新的，基本上二战之后的，它就没有这种功能了，一般都二战前的谱子是这样的，谱架。收起来的时候是这样，后来等了二战之后呢，它就反过来了。这个谱架在前端，你不能往前拿，你也不能往后推，就是固定在前面了啊。过去老的其实设计的实际上是更人性化的，而且这个材料更好。后来二战之后呢，斯坦威的外观就不会用这么好的木料了，包括音板也是啊。就把谱架给大家撤下去。像这台琴呢，生产于1918年，成色状况都非常好，而且是经过高频的重建的。像这台琴呢，它的机芯儿，尤其是琴锤儿，全部用的都是斯坦威原厂的，它不是说这个用的什么雷诺呀或者 Abel 给斯坦威配套的，在原厂呢就是专用的，这个可能更好一点。所以像这种琴锤儿，像这台琴的内部这个，尤其是机芯儿部分。就是在国外，就是斯坦威的技师专门做的，因为他那个琴锤是斯坦威原装，不带斯坦威 logo 的，然后声音调教的确实也就更好一点，啊，所以这琴非常难得。然后它正好是1918年的，如果是1918年之前的 M，那是没设计定型，就是说它里边的某些小的件儿啊、结构啊，跟后来的 M 定型之后就不太一样啊。所以像1918年的，正好是它设计定型的一个年份。就是说，在未来当中，这个琴可以无限次的重复利用。比如说，现在2021年，那你再过50、60年，这里边这些耗材可能又该换了啊。到时候在这个配件，因为它这个型号已经完全成熟了，以后也不会再有改进了，随时这个相应的配件都供得上啊。它不像汽车，这个车出来了，几年就换一型号，几年就一升级一改进。钢琴不是，这钢琴的巅峰，尤其斯坦威的巅峰是在一战到二战期间。就是它所有的型号都是在二战之前完成设计定型的，最后设计出来的型号是 S15，1936年，而且一经推出就设计定型了，至今也没有改动。最早的型号设计定型是 B211那个型号呢，长度2米1的，1885年设计定型，到现在就没变过。像 B 那个型号，早在1860几年就开始研制了，到1885年设计定型，A 1872年开始研制，一直到这个1896年 A188 就设计定型了。斯坦威这些型号基本上都是100多年前。设计定型的，包括 D274。D274 呢，虽然1870年就开始做，但是最开始是270的长度，后来又是272，直到1915年，就是九尺用的 D274 才最终设计定型。啊，1915年，像 M 1918年设计定型的，它是专业也可以用，放在家里也可以用，就是适合各阶层的，而且是 M 这个型号也算斯坦威设计非常非常成熟的一款，要比 S 强很多啊。然后呢，它这个。在斯坦威所有三角琴当中的型号当中，这个供应量也是最充足的。就基本上它那7个型号、7个长度的，M 和 B 产量是最大的，因为它这个市场受众很广，要的人很多。然后呢，这台琴是基本上成色就跟新琴差不多，因为做了重建嘛。更换的耗材，比如说像弦轴啊、琴弦啊这些泥粘件啊，包括整套的击弦机的里边这些联动器啊这些组件，都是换的全新的。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些都属于所有属于耗材的部分全部换新，而且换的全是高品质的。然后呢，这个保留的都是外壳，这都是耐用件，钢板也是耐用件。
音板也是值钱的，这是灵魂。像这台琴非常难得在于哪儿呢？1918年到现在，2021年，这103年了，103年了，这个音板依然非常的完美，不论是弧度，还是说它整个音板的状态，就是一点裂的都没有，非常非常的完美啊。然后呢，这个整个琴的这个不管是从里到外，关键的部件啊，就是所有的真正的耐用部件，全部是完好无损的。大多数的二手的钢琴，基本上音板都会有问题，因为它毕竟年头久，之前存放环境不好，音板有裂的或有变形的，这个就没有，非常非常难得啊。音板一旦坏了，就很难修到之前的那种样子。像这种音板完美的，确实是少见，声音也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这种琴的声音要比全新的斯坦威声音更适合弹古典音乐。你可以看很多的这个钢琴家啊，什么霍洛维茨啊，他们都是用年代老的斯坦威。他们在80年代演出的时候，都是用好几十年前的，二战期间的或者二战之前的，国外的很多钢琴家，包括我们中国最有名的郎朗，他自己平时用的这个斯坦威钢琴，他收藏有好几架，他自己收藏的那些平时也自己弹的，都是年代老的，包括很多在美国、德国留学的人，他们能知道去教授家上课，教授家那琴基本上都上百年了，也是斯坦威，但是一上手感觉比新的还好，因为它都是底子好，这个木材。这个二战之前呢做的木材是这个年代新的，这个木材比不了的。过去像这种音板的用的都是这个自然界生长了300-400年的那种大树啊，而且是特定纬度的那种树，这种树砍下来之后再静置30-50年，所以你看看这个备料时间多长，基本上就是这个爷爷备料孙子做琴那种。但是呢它这个格局啊在二战之后就被打破了，因为二战之后整个世界的这个工业化进程更快了，然后信息化要到来了，那么这个再加上二战期间世界上这几个顶级的钢琴厂因为战争的原因，它很多的这个木材储备厂储备库都被炸毁了，所以导致二战之后的琴多方面原因它的木料就不如之前的好。但是你二战之前的琴毕竟年代久远，要能保证这个琴的底子很好，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所以说拥有一个很好的原始状态，再加上把所有的耗材再换新，因为本身也是设计定型的型号，那么就真正能够发出非常完美的这个效果，不论是音色、手感是通过使用性能，是通过更换这个与它相符的配件所达到的。但是这个琴的底子这个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啊，这个底子维护的好它就是好，如果维护的不好，你即便换再好的配件也很难把它修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好，我们继续来听这个琴。Thank you.
这个琴的声音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它要比新的斯坦威弹这种古典的音乐所出来的效果更好，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霍洛维茨这种顶级的钢琴大师，他从60年代之后，他不论走到哪儿，他演出都带自己的琴，他不用新琴，他那台琴呢，他基本上他之前是有两台琴，这个他一共是前后持有过6台斯坦威，但是他后来就只玩老琴，他把老琴选到好的之后，他又拿到斯坦威的工厂去把机弦机换成新的，但是他要的就是这个音板和这个料，这个好的木料才能出来真正好的这个声音。二战之后他找不到的，所以他自己后来你看他到晚年，即便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回这个俄罗斯演出都是从美国把他琴就是随着他一块包机空运到俄罗斯，都是由斯坦威公司全程负责。然后呢，他的那台琴，在他人生后半段用的那个琴是一台1942到1943年期间生产的琴，然后这个也是他在一个小剧场里边，就是剧场的一个地下室发现的一台琴，是一个旧琴。然后他那个琴的声音底子非常好，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琴拿到斯坦威公司去，把这个机弦机里边耗材换新了，就是换成新的。那个琴偶尔他在国外什么加拿大美国有时候会巡演的时候，老霍去世这么多年了，之前在斯坦威加拿大专卖店巡展过，基本上就是让这个斯坦威的狂热粉丝可以上去体验一下，确实是比新的效果要好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琴啊，重建之后呢，这个 logo 换成新的字体了，过去老的斯坦威不是这个字体。70年代开始，斯坦威用的这个 logo 的字体一直沿用到现在。这琴的成色非常非常的棒，编号在这儿啊，193751。而且这个20年代末期之前的斯坦威的铸铁板上花特别多，到了30年代逐渐就少了。二战之后，钢板上就没那么多花纹了。要节省成本嘛，它这个都是铸在铸铁板上，不是后贴上去的啊。铸铁板上到处都是这个字母，这个斯坦威，纽约。铸铁板到处都是字儿，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它这个音板上还有一个徽章，它这个徽章呢代表着当时这个一战期间，这个斯坦威呢就是受到这个当时12个欧洲，就是强国的皇室的认可，就是当时这个有12个欧洲皇室的这个为斯坦威颁发的这个金质奖章啊，就皇室御用琴御用品牌，所以斯坦威把这个徽章都印在音板上，就证明他们这个企业的实力啊。作为顶级豪琴，斯坦威真正成为顶级豪琴呢，也是从这个1900几年之后的，在这个1853年到这个1900年的期间呢，基本上斯坦威主要的业务都是在美国。他在欧洲的业务并不多，他是最开始在美国，他早期的时候1830几年的时候是跟一个叫葛特里安的人合作，到了1850年移民美国，然后1853年在美国纽约注册这个公司，然后就在美国做得很好，后来呢就是又回到了德国汉堡开了分厂，是这样的。当时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1880年啊，就是到这个190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斯坦威经常还是从这个美国往欧洲去发货啊。好，这个琴的声音简直太好了，就是老琴特有的韵味儿。我们继续来听啊。给大家弹之前都弹过那些曲子，这个琴弹古典音乐大家听着非常非常好听，它弹流行音乐其实包括什么爵士乐现代的其实都好听，斯坦威就这点比较厉害。它呢不光是说像这个有的品牌你就是勃兰斯勒那些只弹古典的好听，它流行的差点意思啊，包括什么贝森朵夫那些专门弹古典音乐的啊，斯坦威几乎是全能。那你像日本琴雅马哈那种琴就弹流行音乐好听，雅马哈你弹古典音乐是不好听的。这个就是斯坦威很全能的地方，弹什么流派的音乐都好听。
好，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琴的成色状况真的算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琴的详细的内部状况啊。好，这个琴到处都是编号，看一下它这个锁门档上，有编号193751啊，1918年生产的。这个琴的侧木上都是193751，包括这个啊，上面都带号了，都有编号。好，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琴呢，我们看来这个键盘都是这个琴当年的，1918年的，包括这些烟接轴件都是老的。那更换呢是哪些件呢？是所有的耗材啊，耗材，比如说小到你不经意能看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琴键的下方的这个小圆泥子，大家看一下，就大概是这个部件，像这种泥粘件都属于损耗件，耗材全换成了德国原装的，啊，德国原装专门给斯坦威提供的这个键泥圈啊。然后呢，但是现在这个中盘在下面这部分，这个都是当年这个1918年做的，像中盘上这个木头里边都刻着番号呢，193751，这刻进去的。然后呢，在这个中盘上也喷着这个号呢，啊，这个琴的生产编号。这都是1918年的，然后包括这个整个键盘都是1918年的，非常的完好。之前呢，这个琴的这个键皮用的都是象牙琴键的，但是出口之前呢都要抠掉，我们换的都是这个德国原装的这个键皮键盘皮，确保它的触感啊。黑键都是原来的，像这黑键都是乌木黑键，都是1918年的，当年这个本身这个琴身上的啊，更换的这个是键皮。然后最重要的是整个这个击弦机，就相当于钢琴的心脏，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侧面，包括这个底板都是之前的，这结构件这是不能动的，而且是耐用件，包括它的这个整个铜做的轴件啊，这都是当年的，这是斯坦威很灵魂的部分。然后像这些，就是我手指的部分，琴锤、榔头柄这一套组件，包括下面的整个全套的这个联动器，啊，这个联动器，这些呢都是这个耗材。基本上这种件你哪怕买再好的，它也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也就是说，你即便是买最贵的这个配件，这些东西，因为它属于耗材，基本上顶大天能用80年，过了80年之后，它的灵敏度就不行了。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因为这个件不光是由木头组成的，除了木头之外，还有这个很多的泥粘件，就是小到这里边呢，大家可以看木头与木头零件之间的关节连接是靠小金属以及这个纯羊毛泥粘，因为这些东西不是这个可以长久使用的啊，它算一种耗材。那这里边啊，下面这些大量的泥粘件，这些泥粘件呢，包括这些都是泥粘件，这些都是有使用寿命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国外啊，就是高品质的重建，所谓重建换的就是这些耗材。
就像一辆汽车，你可以理解为的，到了一定公里数，你有些这个车身上的，比如说轮胎呀，或者类似于胶质的这种零件，因为它会老化，所有会自然老化的件儿，那么一定要给它换新，但是要换好。然后呢，像这个耐用的部分，比如说这木头，这上好的木材，可以耐用好多年。然后这个钢板的结构件儿，也可以用好多年。你像有的这个1700几几年的意大利做的那种古钢琴，它也用这个钢架的，到现在其实那个钢架也是能够承受得住这个拉力的。像斯坦威就更不用说了啊，它这个铸铁板可以用好多好多年啊。反正之前有这个斯坦威说，他们这个铸铁板的这个承重基本上能用个大概，如果是维护好的话，这个钢板撑个500年都不是问题。所以在这期间，这个很长的寿命期间，像这些耗材就可以到一定年头就可以换，而且跟大家强调是这个型号，1918年至今就没再改动过，就完全设计成型了。像这些这个里边的这些耗材，都是由德国的不同的厂家给斯坦威提供的，就是斯坦威的新琴也是去向他们买这些配件。比如说，但是像你像这个琴槌就不好买了，这个琴槌呢，大家看一下，这上面带斯坦威标的，那这个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只供斯坦威本厂的，你在外面市场是买不到的。在外面的市场上，通过花钱呢，是可以买到这个，可以买到这个德国雷诺和德国 Able 的这个配件。像这个琴槌呢，也是德国雷诺或者德国 Able 生产的，但是它只专供给斯坦威，而且专门给斯坦威美国，不给德国汉堡。汉堡的配件好买，美国专用的配件这个是不好买的啊。像这台琴的机芯呢，是在美国换的。然后呢，这些配件儿，像这些都是 Able 啊、Rainer 啊，至今在产的，专门供给斯坦威的。这些在市场上实际也能买得到。像基本上这些一换，那基本上就跟全新的一样了，啊。然后呢，后边呢，像这些麂皮的部分，后边这些麂皮的部分，那这些呢，像这个部分也算是耐用件，但是这个应该是在美国也换过啊，中途是换过。因为如果是1918年的，不可能到现在维护这么好啊。所以这个琴呢，它现在相当于跟新琴的使用性能差不多了啊。所有的耗材，凡是耗材，全部已经换了新的啊。而且大家看看这个琴槌，更换之后都非常饱满。基本上就媲美新琴的这个性能了。然后它关键最牛的是，它不光媲美新琴的这个性能是媲美新琴，它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它的这个音色还是它老琴特有的，对，所以这个琴跟新琴比性能不差啊，因为换的都是全新的那个配件儿。那么声音要比新的斯坦威的声音更适合弹古典音乐，就是斯坦威老琴特有的那种韵味我们。再来看它的整个琴的这个钢板啊，特别漂亮，尤其是这个年代老的斯坦威啊，它的这个外观用的这个木料非常的棒。现在像能用这种木纹的啊，就皇冠珠宝也没有这个木纹选的好，因为它这个都是就是整块料，皇冠珠宝呢就外面贴了一层木皮儿，它这个呢就是里边的不管是里里外外的木材用的都是真正的真材实料。钢板也很漂亮，我们大家看一下。年代老的斯坦威呢，钢板上的雕字儿非常多。这个就是当时熔这个铸铁板的铸造的时候，那个砂盘都把这些提前的把这些字母都留出来了。这个不是后贴上去的，这个字儿就是完全铸在铸铁板上的，就是一体浇铸的，不是后弄上去的。然后这个铸铁板也是当年的，然后重建呢，相当于把之前那个漆，外面那层漆老化的，重新给它喷了一层新的漆上去。非常的漂亮。基本上只有二战之前的斯坦威，甚至是1930年之前的斯坦威，上面啊会有钢板上有这么多雕字儿。当然，年代新的斯坦威偶尔会有，就是那些比如说纪念版的琴，钢板上会有这些很多的这些小字母浮雕出来，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这个琴。它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个琴的音板啊，保存的太好了，音板一点裂子都没有，非常非常的完美。那关于这台琴呢，就先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非常难得的一台，保养非常好的斯坦威的二手琴。